你知道我们这次的手游叫什么吗？这个，帮我念出来。未来之战，很厉害，未来之战。好，后面的朋友还没有拿到礼物的，赶快挥挥手，好不好？来，哦，我看到后面有人在挥手。来，请问一下，请问一，请问一下，哦，那个绿色衣服的姐姐，来，请问一下，我们今天的手游叫什么？未来之战。未来之战，标准答案，帮我传过去好吗？谢谢，帮主持。啊，这就是主持人想要的观众，好不好？你们要热情一点呢、啊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还没是不是？好，来右手边的朋友，还没有拿到礼物的，请举手。来，有挥挥手，可爱的小女生来了。那请问一下，你最喜欢我们这些人物里面呢，是哪一个角色？你最喜欢？如果你跟我一样，我送你两只。因为我刚刚有偷偷说啊。没管。没关系，那你告诉我你喜欢哪一个角色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随便讲一个。好，钢铁人，然后就得一只。来，知道我喜欢的是哪一个吗？刚好说哎、欸，来，来，是什么？蜘蛛钢铁，超可爱的蜘蛛钢铁，黑马部队。我再给你一只，等一下，我再给你一只、哦。他们已经开始了，是不是？已经进账了，好，我继续玩我自己的。太激烈了，这个时候身体认真，哎，他进了，进了，进了，加油，加油！大概快了有大概八秒左右，他是比铁岭人快，他比较快，他比较快。刚看我这样，至少有八秒。我接你眼镜了，接你眼镜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他大概快有十秒，十秒以上任务完成。对，来，我们在中间，我们来做一下访问。姐姐会直接放弃你，我直接让他自己自动战斗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是，既然你赢了杰林，就有好康可以拿，对不对？那未来是不是要多多支持我们杰林啊？啊，也帮按赞。都有关注，都有关注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就好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让他杰林拍个照，开不开心？张震岳哈，我听到了。是不是啊？谢谢，太感谢。来下一位，下一位，请问一下你贵姓？双木林先生，六太，啊，六太，你怎么又是你们那一群人？哎，怎么会这样？请你们不要侮辱六太好吗？超过分，谢谢。哎，为什么杰林你这样子？哪会？六太跟他长得不像，不一样体型就，就然后戴个黑框眼镜，没有抓头发，就每个都说他是六太，好不好？那也太多人都像六太了吧？我觉得一定还是有人当好人，你好像六太。可你知道六太是谁吗？你不，过来统神，过来。超坏的，你他们叫你六太，你开心吗？还好。那你应该蛮喜欢六太的吧？嗯。那应该是开心的啦。对。好了，就六太吧。六太 OK 啦。不然这小黑太也不太好。好了，六太，然后到我们的就那个战斗位置，已经玩多久了？完全没玩过。好，你写你写。来，根据杰林的菩萨心肠来讲，他通常都会稍微放水一下心。不会啊，通常对啊，都把大家都蛮赢我。所以这个时候刚刚基本上除了会讲在战斗的时候有输，你不可以输好吗？乱学吗？你说话很好。好，好了，好，我们人物都已经选完了，我们倒数三二一，好不好？三二一，开始。
那一个挑战者。好了，非常激烈的竞争，每一次都会有哦。然后呢，主持人这个时候都是要来发礼物的时候了，你们可以一心两用，好不好？一心三用，一边左边荧幕，右边荧幕，然后还有主持人，来后面，后面，怎么了？你要呼喊出声也没关系，来，左边的朋友们，然后礼物的举手好不好？挥挥手。哎，大家都现在是没有，也没有拿到礼物。来告诉我一下，我们这次的这些角色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黑寡妇。哎，你知道黑寡妇我喜欢这个两只，对不对？好，很厉害，有认真在听。有没有已经开始玩我们的游戏了？对啊。开始玩了吗？还没。今天才好，一定要开始玩，好不好？来，已经开始玩的朋友请举手，让我看一下。已经开始玩了，玩多久了？啊？刚玩，那你心得是什么？还不错。不错，你最喜欢哪个角色？黑寡妇。好，来送送给你，来，很厉害，大家都现在都投其所好，知道主持人喜欢什么东西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，现在目前的进度看起来似乎是这边的小黑炭似乎进度比较快一点，是不是？嗯，他比较快一点。小黑炭加油哈！来，同事你不叫六炭，你叫小黑炭哈，主持人取得进度。六炭快赢了，加油，请加油！所以新手都会很厉害，所以大家赶快来玩，不要只看着荧幕，以后呢？哎，杰米，你是谁？哎，他的血条已经快没血了，所以我想说他应该赢了，我还有半条血。任务完成，恭喜你哦！啊，不是，恭喜你哦，是哦。来，啊，你买的是什么？哦，三个店。哎，我有，你跟我讲，我送你就好了嘛。好了，那你要拍照吗，六探？要是是哈。谢谢，好，六探，谢谢。六探，我有件事要问你，有没有加入我们杰林的粉丝团？确定？他刚刚犹豫了，手机给我拿出来哦。没有赞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三个店我直接折断了，超坏，超坏，暴力。好，换怎么样？回去要帮我们的杰林多按赞，好不好 ？OK 哈，好，大家，今天我们六位选手都已经战斗完毕了。嗯，这个时候也该让我们。应该让我们杰林稍微休息。好啊，那我想要说，这个时候是主持人的一个就小权利，我们可不可以开放现场两位朋友跟你拍照？好啊，可是两位也太少了，你要怎么选啊？你可能会被揍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刚有抽签啊，所以刚刚你们有抽签啊？刚刚没有拿签的，后不后悔啊？后悔哈，来。他们超淡定耶，我觉得他们超还好。四号。四号在哪里？哇，四号可能不在哦。哇哇哇！来，七号。哎，有哎，七号来，跟我们杰林一起拍照，自拍。啊，你有带手机吗？好。哎，今天很热，你穿外套不会热死哦？还蛮热的。他火在燃烧。下一位十一号，十一号在哪里？没有哈，没有，我就放弃喽。十一号，你几号？要把我作弊吗？九号是不是？有人想要九号？十六是不是？然后九，还有几号？直接飘起来。十，好来，三张哈。哎，小梅，你帮我拿一张好不好？你看哪一张你喜欢？哎，你不可以看，偷偷的观看，要快速。几号？十六号。你看吧。快哭！你快哭！是不是要有冒主持人一下？我有。看主持人多好哈，然后感谢妹妹哦。欸，不要双手颤抖，他刚刚哭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刚刚想说三张，因为我想要让大家可以开心玩一下。然后呢，他就说我想要十六号，想要十六号，我就让妹妹抽三张，抽一张，就是抽到他。然后他讲，妹妹好厉害哦，谢谢。有没有那么爱杰林啊？来说一下你爱杰林的告白一下。他会不会只
只是路过，不要随便问这种问题，很尴尬呢。不会，他一定是粉丝，因为他刚刚在那个眼眶那块放在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快哭了！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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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刚刚家里发生什么事？你就说没关系啦，怎么了？好，手机拿来。好，我们来往前。好的，在我们桥资讯当中，大家可以拿出我们的 camera， 然后来拍照，好不好？最后给大家大概有剩下十秒钟的时间，让大家拍照。来，直立就还是要造福一下我们三创的朋友，因为他们这么用心啊。那我们给他们在五秒钟时间左右，左方、中间、右边，好不好？来，左方的朋友拿出你的照相机跟手机。一秒钟，两秒钟，三秒钟，四秒钟，五秒钟，来中间的朋友。好的，三秒钟，两秒钟，一秒钟，来右边的朋友。好的，再次感谢杰林，谢谢杰林参加我们的生活。谢谢，等一下我还会出来，对吧？对，还是我可以走。等一下，我们还有第二 round， 在三点半的时候，那个等一下的名额会稍多一些些，所以如果想要跟杰林拍照的朋友，想要拿我的礼物的朋友，一定得要拿出两卷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知道他有一点点热情了，今天大家都冷静一点。再次感谢杰林，谢谢，谢谢。好的，我相信。